嗨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想问一下呢，问你问题，对，是要去办结婚证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好。你是谁？没有，其实这样的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，因为其实我就是想问一下女孩子，因为我不太清楚她的意见怎么样，对吧？你可以帮一下我吗？就回答一个这个问题，很简单的。好吧。好，谢谢。就是说呢，这样，这个问题很简单，这有牌要牌才知道的，是吧？不懂牌。然后呢，这个问题是说呢，相不相信缘分呢？真的，这相信缘分，那太好了，我也相信缘分了。实际上，对，可以看看这副牌，好吧？可以检查一下，要不要呢？不用。那好吧，这样，虽然你不需要写，虽然你不需要检查，但是也洗洗牌好吧？这样吗？对。什么颜色？比较绿的。就是喜欢甜美这种，好吧，非常好。那么就是说你刚刚喜欢牌对不对？这样，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。现在这里，好，先把一张牌放出来这里啊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是你不看的，好吗？然后待会儿呢，现在我想你选一张牌，怎么样选呢？到我待会儿播牌的时候，我想随时喊停，可以吗？好，准备，一二三，停。好，看看这张是什么？对。也让大家也看一看，可以吗？对，好了，我牌摊开，对，任何随便的位置把这张牌插回来，但是不要完全插进去。对，插这里吗？好，那现在还要确定一次，对吧？刚才洗完牌之后呢，那么把一张牌出来，然后呢，抽一张牌，随便放在任何一个位置，对吧？对。那么如果说现在我给一个机会，把这张牌拔出来，放在其他地方，你会不会去做呢？拔出来放到别的地方。对，会不会去做呢？可以。可以哦，好吧。就放一次。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样：如果现在再给一个机会，你把这张牌拔出来，放在其他地方，你会不会去做呢？哎呀，不会了，麻烦了。真的吗？不会吧。那好了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问题啊。这个问题就是说呢，如果现在再给一个机会，你把这张牌拔出来放在其他地方，你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，还是说真的不会这么做呢？不会这么做。不会这么做，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问这么多次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是这样的，我在想象，假设十年后我跟你再相见的时候啊。十年后你会想起这个场面，就是说有个人这样在街上走过来跟你说，连续同一个问题问了十几次，还是说你会不会选择最后把这个牌拔出来再放其他地方？但是你最后选择是不换，对吧？好，看一看，好了，刚才呢就是说你抽了一张牌是梅花球，对吧？这个位置，在这个刚才这个实验开始之前已经放了一张牌。而且问过的问题就是说是缘分这个问题。我相信我们就非常有缘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刚才开始选一张牌就是黑桃九。对，那当然是这个是其中一件事啊。第一件事，第一个缘分的问题。第二个缘分的问题是说在哪里呢？那刚才呢，就是说你前后呢已经选择了很久，把这张牌放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，牌你也洗过，但是最后你选择把梅花球放在这两张牌之间。对，那么呢，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位置，不是其他的，就是两张蓝色的球。太厉害了！